超级汽车。守护朋友，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。酷宝太棒了。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。一切都很美好。哼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哈哈，看我的无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。出发。天上下甜甜圈了。是谁？不许动！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！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，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要出发，出发出发，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不怕，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。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，炮弹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攻击，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。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，我们有生命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，你们一个都别想逃。这下可怎么办？格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。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朝目标发射，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守护了正义。超级
机汽车载你去，让世界更美好。章鱼车来袭。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。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嗨，小美。你好，雷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雷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啊，很好，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你们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，哼，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。章鱼车，该你出场了。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天哪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。你们看，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咕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。大家都安全了，呼噜爷爷交给你了。小意思。旋转喷射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 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。呼噜爷爷小心，站住别跑，守护城市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，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是猪大王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大鱼大鱼哗啦啦，冲上街道冲上房屋，大雨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晰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。快看，有彩虹！哇！这个没用的章鱼车！还是我自己来吧，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掰啊！这个坑还没填好啊。
救命啊！奇怪的狂风车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阿丽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你看，风来了！救我，阿丽！乐多多，坚持住！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。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！小心！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！呼叫指挥中心！火！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！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！超级汽车变身！大力神吊车，阿力！铁臂挖掘机，酷宝！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大风吹，大风吹，狂风呜呜呜吹，汽车汽车天上飞。危险危险，快帮忙！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个子甩呀甩，别怕，我会抓住你。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，准备好，一二三，我全接到。救命！来了，大翅膀扇呀扇。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没事，我们再来。甩钩子。铲子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啊，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酷宝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吼吼！
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，刚好是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。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、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，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，轰隆隆，追呀追呀，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，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妖魔大王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酷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以物换物。今年的旧物交换市场看起来好热闹呀，不知道会发现什么好东西，我们去逛逛吧。来和我交换吧。嗨，酷宝。
些是什么呀？这都是我平时挖到的宝贝，每一个都很珍贵。可是这个帽子都破了。瞧我发现了什么，这顶帽子真是太完美了。我能用这把梳子和你交换吗？虽然我没有头发，但我喜欢你的梳子，成交。旧物交换市场果然很有趣。妮娜，我们刚才用无人机换了一个小飞碟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我还想再看看。那是，哇哦，是我最喜欢的怪兽漫画。胖嘟嘟，我要跟你交换，你想要什么？气球、眼镜、帽子，还是小喇叭？这些我都不需要，我想要蛋糕。蛋糕？妮娜，你可以去找美食车亚米，他一定有很多蛋糕。对呀，妮娜，你要快一点哦，不然我就和别人交换了。我现在就去，为了火，快帮我升级吧。好吧。出租车妮娜，请准备。我准备好了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幸运风扇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大车轮蹦蹦跳跳，蛋糕马上就找到，做好了没有？马上就好。做好了没有？哦，走了。做蛋糕没有奶油，需要新鲜的牛奶。不就是牛奶吗？我去去就来。没有没有，装满了吗？哦，糟了，大奶牛肚子饿了，猫猫猫猫想吃草，奶牛饿了挤不出奶。看来想要牛奶，必须先找到青草。大车轮蹦蹦跳跳，找呀找呀找不到，青草在哪里？跟我来吧，青草在哪里？哦，糟了。阳光，麦子没法晒太阳。今天也太不走运了。对了，我有幸运风扇，我帮你赶走乌云。大车轮蹦蹦跳跳，踩着云朵跳得高。左边的乌云吹呀吹呀，右边的乌云吹呀吹呀，把乌云全部散开，天空变得好晴朗。任务完成，这点小事可难不倒。马上就好，牛奶做蛋糕，马上就好，大车轮蹦蹦跳跳，终点马上到达了。胖嘟嘟，蛋糕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呀！妮娜，所有的漫画归你了。太棒了，交换成功。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啦啦啦啦啦，嗯？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。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嗯，
可是超级汽车哦，至于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，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好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。我要帮帮他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啊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，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六手刀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豪华公交车，巴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滚烫滚烫，转啊转啊转啊，刷动刷动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，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，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。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，一串一串发光，花儿花儿，一朵一朵绽放，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座位，一个一个摆好，话筒音响还有钢琴吉他，舞台搭建好，演唱会开始吧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。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！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吧，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。车门打开，向上跳一跳呀，四处看看，大明星你在哪找呀，找一找，哦，终于找到他。北极熊先生，演唱会就差你了。唱歌啦啦啦啦，跟我一起跳舞，感谢朋友们来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看来是我误会了。失业的垃圾车。嘟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你看，啊，奇怪，啊，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。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。嘿嘿，
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雪碧挖掘机，酷宝，分类垃圾车，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，到处都是垃圾。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声，瞧我的！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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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。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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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石头，咕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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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，大把石头困住你，喷不出垃圾，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大战暴龙装甲车！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酷宝，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丽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。酷宝，快跑呀！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
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宝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他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跳车大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钩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头破了，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逃。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。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！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！嗯，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！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了！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啊啊！怎么回事？啊！给我停下！快停！玩具救援行动，哇吼！最棒的机器人波特冲呀！淘淘，我们要出门了。来啦！哦天哪！是波特，波特受伤了。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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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，是个玩具熊！啊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出大事了！啊！说坏了！说坏了！玩具说坏了！开心虎，快松手！我的朋友受伤了，你们能帮忙修好他吗？没问题，马上召唤超级汽车。出租车妮娜，挖掘机酷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强力磁铁。时空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来了！快帮帮波特吧！他身上有好多零件都不见了。我们帮他找回来吧。搭积木想做城堡，搭
家快来快来快来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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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找到。小心！挖掘机强壮有力气，大大铲子哐哐哐哐保护你。挖一挖，看一看，哟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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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呀在这里。耶，找到了！感觉很棒，谢谢大家。太好了，我回来啦。怎么掉地上了？幸好没摔坏，我们继续玩吧。原始人之家。新的求助信号。哦，是一个原始人。露萨，露萨，阿库纳塔，曼库拉。他在说什么？我一句也没听懂。瞧，又来了两个原始人。亚伯林卡，特鲁汉娜。找不到大路呀。召唤超级汽车吧，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翻译耳机。啊，跑道开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空萨，空萨，马鲁萨，空萨，空萨，马特鲁萨，大家快住手。要开启翻译耳机。这回好了，我是警车雷克。你们为什么吵架呀？我们想建房子，但想法不一样。我想做石头屋，这样才坚固。我想做栅栏，这样才能防御野兽。我希望房子上有很多花花，这样才漂亮。原来是这样。放心，你们的想法都会实现。这是吊车阿力，他按照你们的要求设计了一个新房子。看起来很坚固，很安全，也很漂亮，我们喜欢。那太好了。
大家一起来建造房子吧。我们都是原始人，乌塔库塔塔，一起努力建房子，不要再吵架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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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石头一块块放好，房子高高高。我们都是原始人，乌塔库塔塔，一起努力修围栏，互相要帮忙。咔嚓咔嚓嚓，咔嚓咔嚓嚓，咔咔咔咔咔咔，咔咔咔咔咔咔咔。木板一块块放好，围栏很坚固。怎么和图画上不一样？我知道少了什么，是好看的花花。我们都是原始人，乌塔库塔塔，漂亮花朵在哪里？我们找到它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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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花儿一朵朵绽放，房子建好了，坚固、安全又漂亮，我们好喜欢。这一定是最棒的原始人之家。嗯，大家的合作很完美哦。哼，乌塔库塔塔。